大年初六开工日，立委陈欧珀协同交通部长林佳龙以及公路总局许局长视察并慰问新城桥施工人员，感谢施工单位能够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终能在春节前全桥竣工，带给地方一个安全舒适以及便捷的新桥。新城桥横跨宜兰市员山乡，肩负同乐整山大郊区地区联络桥梁，因为桥梁宽度狭窄仅8米宽，常造成车辆事故发生。立法委员陈欧珀于104年邀请公路总局局长、市公处处长献刊，希望能改建16米宽双车道汽机车分流的桥梁，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为了减少工期以及避免因为施工时交通的干扰，以全桥封闭形式施工，并于替代路线增设号志、交通设施、路面改善等方式提升替代道路的安全性。改建后新桥坡度更为和缓，使两侧的居民能够顺利通过桥梁，并且保持原有防汛道路桥下的高度，改善居民淹水的困境，以避免财产损失。施工期间，新城桥参与劳动部109年推动职业安全卫生优良工程金安奖，并且荣获优质。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为了希望说我们台七丁的这个路线在新城桥能够过年前就通车来启用我们的同仁非常的辛苦在去年特别是下雨天很多那这个工程能够赶在过年前把它通车这就是考量到人民的需求，那其他的这些相关的周边工程也一并把它做好收尾，所以新年新气象，很高兴就来到新城也是代表我们宜兰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城市一样充满希望。我们代表民意的监督中央政府、县政府跟乡镇公所，很高兴呢，在宜兰树立一个典范。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呢均衡的发展，这也符合我们林佳龙部长长期期待的交通呢要整体全国的一个方位的一个思考。这个铁路高架、高铁的延伸、东部的快铁、三铁的共站，而且呢，我们都希望呢宜兰县能够呢，在我们的部长的大力支持之下，让我们的交通呢能够顺畅交通呢能够方便，经济才能够发展非常非常的感谢部长。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